所以我们学密教的最重要的，刚开始你四皈依很正确，南无古鲁贝，南无布达耶，南无达摩耶，南无僧伽耶，非常的正确。你是发心三世道，大礼拜你敬礼大这个大随求菩萨，就如同大随求菩萨在你面前敬礼他，做大礼拜，恭敬他，供养他，你是在种善的因啊，种善因啊，你就能够得善果。你持他的咒，触动他的心，你跟他祈求，他就会给你种善因得善果，种恶因就得恶果。就跟我们采水果一样，你采到什么水果你就吃什么水果。所以今天我们习什么愿，随求菩萨，大随求菩萨，他就会给你，他叫做一愿金刚，就是给你愿望达成的金刚啊。